这个半局进入到第八名打者的打击了，廖健富今天的先发捕手。还有哪一队对中村的状况都是非常的外角，哦，有机会落地了吗？哇，林悟胜这球接得非常精彩，然后再接的美记打得非常漂亮，嗯，发一些暗号执行战术之类的，你还要注意选手的状况，比如说一局爆了，对，看我们的棒子然后两坏，嗯，打在右半边穿了出去，要来练习一下吗？练习一下雷射尖，中间有，好，只要把球打向右半边打点的一垒安打，分数来到，哦，虽然是在相反方向，但是飞得很远，没有问题，接得住传播。贡献五分打点的在这边，中一个打点，两只高飞牺牲打两分打点，讲哦，嗯，罗斯利挥很好，吼吼吼吼，来了，快，面对渡边胜走了，啊，来不及了，啊，而且还滚到后面去了，渡边胜一下子上到三垒。点子上来敲出了安打，也站上得分位置，甚至站上三垒，哇，这球点得非常漂亮，哇哦，单场的第二次安打出现，这条金富以为他会滚出去，跑着又走了，谁是如何奥斗俩包，好，这里看比较准，对啊，有啦，奥斗啦，啊，西高武村啊，好，这走了，哇，这个变化球没有办法，